第一需要彼此相伴。对。他需要，他比如说，他也特别喜欢黏那个老虎，老虎也喜，他喜欢先黏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并不重要，在哪儿也不重要，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，但是我们俩相依一块儿聊啊，亲在一起，所以对他来讲，相伴的时间不够，对他来讲伤害是很大的。对，我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是，对，就他是一个需要人，下次拴在裤腰带上。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也必须要有空间。他需要一个，就是一个，就是经常能够在一起相伴的人。那你把菜刀说出来，我就想听听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听。我觉得另外他其实对于整个一个别人对他的关注是，对关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两件事其实都是说明了，就都非常的在乎你，就是从一个形式和语言上对你的鼓励和认同，就菜刀代表了对我的关注，就是非常关注，对，太关注你的爱，对，你快就。妈妈都已经受不了了，说你看怎么这么一晚上，我等你等到现在，就是其实是刚十一点，对。而且你看我还发现什么，因为他的父亲是一阳刚气特别足的男人，而且他妈妈又用菜刀表达爱情。他的妈妈用菜刀表达对他的爱和关注，所以他特别需要一个特别爷们儿的男人。嗯，是的，是吧？对，他需要找一特别，比如说你要找一特斯文的，跟你说话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的婚姻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婚姻观。